我这条命自打从皇城死牢里出来早就交出去了。展大人，你们开封府想要查案做梦吧。救了一命，连谢都不会说。大宋公主还真是没有礼节。副使大人礼数周到，却整日以面具示人。我之容貌，好比你们宋国的夜叉。倘若我摘下面具，公主你真的不怕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摘下面具有多丑。别饿死在我这儿。小七，你们去哪儿？大哥，我和小七准备出去逛逛。展大哥，你准备去哪儿？我让展护卫跟着我去调查那两起刺杀案，咱们总得查清这个底细吧，不然在辽国待着都不安生。丫头，跟我们一块去呗。走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胆子这么小，一会儿见到尸体晕倒了怎么办？别给人家添麻烦了。我们去逛街吧，赶紧去买吃的啊。子硕，你跟着他们去，保护好他们。那王爷你……你啰嗦什么啊？尸体又不可能跳起来咬我，再说有展护卫陪着我呢，不会有事。去去去。好。还没哄好啊，上车。